来，现在时间点2015年6月18号的晚间，快要10点了，21点52分。因为我刚刚本来要讲那个，是哈，我觉得大概本来想讲那 Turner 是泰纳，是英国的画家，那个是大概什么时候的？看看这边有比较大的那个东西，那找到 Turner 的 video 是6分钟了 ，OK， 我让它转看看。但我在做关键性的介绍 ，Turner，OK、okay。1775到1851是自画像，泰纳自画像，英国的艺术家，英文是18世纪左右是。这是St. John's Church 是哪里呀、啊？是1786年，当他呢可能是大概11、12岁左右。说这个具有，我继续看下去，每个教堂的画，我想看看快一点，这是哪个主教 ？Archbishop。Lambers， 这是水彩画，对，Turner 的水彩画非常有名。那他又是为了那个剧院呢，画一个非常就是，角度非常宏观的那个，就是透视头发非常雄伟的，是类似可能当时的那个歌剧的，是背景图啊，是画非常大弧度的，非常气势非常宏伟的那个是剧院的后面的背景那个图，哦，基本上这个东西呢，是，第一幅为那个皇家，是皇家学院的年展当中，是1790年4月， okay， 是第一幅被接受的这一幅图 ，Archbishop's Palace 是主教的那个是 Palace 怎么讲，宫殿嘛，不是 Lambert 怎么翻呢 ？OK， 继续看下去。2分钟，2分40秒了。看后面，哦，这幅图也可以讲了。这幅图大概是那个是 Turner 很早期的一幅画作。虽然说，哎，那基本上，依照年龄来看，好像还没有到达成熟的计划还没到成熟，或者画风还没到稳定的状况。可是这个东西已经大家看得出，哦，他往那个非常广大那个视野，就是上次我们讲 perspective 那个是透视图那个视野，大概这个非常宏大的那个面貌已经出现了哈，是啊，这是非常早期一幅画，我记得他大概在20岁出头，或者甚至还不到20岁，年纪我就忘掉，但是这个是就我印象中那是最早期他的一幅作品，就是传世的。那我们看后面。那当时画一些那个历史背景图，那英国那个时候，看，还画一些是像那海洋当中有奴隶船，甚至国会山庄的那个是火警大火啊，基本上也创作下来，都画下来。泰晤士河畔，我看看，这些还都是属于早期他的画作。上面写 Painter of Light 是光的画家，绘画光影非常的传神。我看，是啊，开始画那个描述海洋的这波涛汹涌，是非常惊险的画面，海浪掌握的非常精准的。这一幅画我比较陌生了，没什么太大印象。对，然后他用的非常宽广的视野，这是像他拿手好戏，真的拿手好戏，非常广的视野。所以都表现在室内的话，那基本上那消失点非常明显的，是非常宏伟的角度。那这是不是它是风景画 landscape 的部分 ？OK， 我看快一点。
开始画一些河岸上的景色。那古代那早期是战舰嘛，是。我记得他有一幅画是白幅战舰的拖到那个准备去拆解的那个最后的撒尤那拉那个黄昏照片，黄昏的那个景色，这一幅就退役的战舰，他准备被拖到那个船坞去拆解了，最后的那一瞥。这边都没有什么解说，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可以吗？我看看别的地方，暂时告一段落。对，来看看这边，来看看这边是啊，那turn artist 是啊，地方 OK， 我原先看到哪个地方 OK， 前面都已经看过了 OK， 我们就看后面的部分了。后面的地方我基本上原先要找1700S 1800S 跟 1900S， 就是18世纪19世纪17世纪这300年间的英国比较出色的或者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艺术家，就是画画的那个艺术家，是看到蛮多，像 Hogarth 看到 Hogarth 还有不同 Rationals 不是 Rationals OK 看这边 There's a famous painters 看 Hogarth 基本上看这是哪里啊，Hogarth, Humphrey, Reynolds, Reynolds, Stubbs. OK, Gainsborough 没问题，1727到1788年 Gainsborough, Gainsborough 我们看看 Gainsborough, okay, 还有 Hugh Sadie 就基本上是德国的吗？是吧？看看哦 ，William Blake 最基本的英国，就是那位写诗作那一位啊。William Blake 有机会了，我们也看看特别特别特别的是 Morris OK Wilson English Landscape 是有，我们看看，我们看 Gainsborough 好，看看有没有图片出来 Gainsborough OK 是 Gainsborough 吗 OK Thomas Gainsborough 是啊，这蓝衣少年这应该是在那个是收藏在加州是不是，那个叫做什么就是什么 Getty Gallery 盖体画廊，是穿着蓝色衣服的男孩子 Gainsborough 当然晚年的时候就好像我的拍摄一样，那手会发抖，他怎么克服这件事，如果艺术家手会发抖，基本上掌握画技不精确的话，怎么传达他内心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他想到一个办法，他把那个笔啊绑在他手上，再怎么抖基本上还拿了还拿的牢牢的 OK 解说了 OK 暂告一段落吗，8分钟，我看这种方式也许以后可以用这种方式考量看看 OK